今天这里，明天谈那里，过来谈老板这里，想来。知道我为什么都躺在这里吗？你不是每天都躺在这里？我想每天都躺在这里。我告诉你啊，韩秋早日记没有出外景，很少人看的、啊。韩老板终于被我试出一个方法，是破十万的以上人观看的。什么方法？躺着系列。我躺着系列，你知道多少人看吗？第一集出去20几万、30几万啊！躺在那边煮电风扇就20-30万人在那看，你是觉得我很废，你都不知道我用心良苦，躺着又要做这个事情，又要做那个事情，辛辛苦苦躺在那边的系列，有厂商的青睐了。那一讲到厂商，人家就知道我要业配了。先不要转台，我韩老板第一次接到业配，你到底有转台就转什么啦？啊！今天要介绍的东西啊，连小朋友都可以做的东西。但是我觉得想一想，我自己一个人做有点无趣。我刚刚打电话给了霸王，还有常勇，还有张宇还在旁边。这个要躺着吗？废话，这躺着系列就是要躺着啊！我今天就想要知道，连小朋友都有办法做的事情，我们公司有多少人没办法做？霸王，你不要躺。你们不能模仿我这个系列哦，这个我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系列。我先不躺了，我这边准备了纸还有笔，哦，这个实测很有意义，一人发一张纸，好，来拿着拿着。我要画图。来，今天测试你们的智商哦，也不能讲智商，就是说平时会用到的东西，你们会不会用而已啦。我今天就想知道，我们公司到底有多少人比小朋友还不如啦。那这个东西很简单，我估计你们每个人都会。你们先从 A 写到 Z。就26个英文字母嘛 ，A B C D 是26个，以前都狂文博哎，这只是第一关的，大写就好了嘛，大小写都行，你想大小写合在一起也行，开始。也越来越懒，来，你也给我去写，好，给我认真写哦，看起来胸有成竹的样子。26几个哦？26，没有少，快逃光，快逃光。借看一下嘛。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W X Y N。我正在想我什么字母没写上去。好，我写完了。确定你那个26个 ？A B C D E F G S Y J。L L O O Q X V R I 必须的，顺序不是重点，我们不要少字母就好。少了？还少什么？这26个，你看看有没有26个？别人的英文字母是26，你是21啊？他把英文字母当成填充体在写。那个亲爱的阿里啊，我相信你身边有很多喜欢你的观众。老板，我先讲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那你这辈子还是真的很有德啊。好，来第二道题目。A 到D其实很简单，只有他没过关。从 B 写到 E， 你会？他真的把我们当成地能儿？啊，你真的会吗？开玩笑，不是，读书用读书多一点。你英文不行，中文可以的吧？你们这些人，一个一个都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满分100分哈。来，我告诉你们 ，b p m f 这个注音符号总共有37个，然后刚刚 A 到 D 总共有26个，所以26个的是得了26分，你们记住。目前得了26分，哎，不会写对不对？开玩笑，不是读书用读一堆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这群人把我们的文字当儿戏啊 ！A 到 D 这么简单，外国的东西你们会，那台湾的东西呢？老板，你会写吗？会。那你等一下示范。好。啊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高材生方长勇，头脑简单，只会打球。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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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呵36 80 12 40 46 18 22 22 26，你知道总共几个吗？不知道。37个。我少了什么？学了都还给老师了，你们。来，我先给你们打分数哈。你那 WXYD 也算了。别这样啊！那 WXYD 也算也算了。目前24 28，英文是26 26分。然后28分，22 24 26 28 29，你给我多写上去。偷写，偷写哦，0分。考试作弊，我没有罚分数啊。
二十六加二十六，好，来第三题，英文的 one 到 ten。难怪人家会一直觉得我们就是一些没有智商的团体。哎，张里啊，你有没有在读书啊？我会念，但是不会写。好，来第一个答题交交卷了啊，来。很快哦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这个一题是五分哦。四五加二六二六，九十七分。所以小鹿算是九十七分，合格。好了，来了。这个前职棒选手不知道对于这种基础的东西会不会呢 ？One, two, T H F O U R。刚刚听我讲的话，把它划掉吧。F I R 是什么？唱个亚洲二代不聪明的天堂，这个 F I R 是吗？啊？Seven S A 找了一个对 ，Nine 又找一个字 ，Ten 对，所以这三个错。所以常勇是二十加二十四加二十八，七十二分。我只写了两个。你他妈抽抄别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呀？啊！我刚才在注意你。来，这是霸玩的。哦 ，F O W 是小。哇 ，A 错了 ，A 少一个 T，Nine I G H T 吧？这念对啊？错 ，Ten。对，二六加二八加三十八四哦，你拿过来。啊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很有十分，三十四分。怎么样啊？小时候要读书的，不然长大当 YouTuber 了。那张理，你这个有点夸张了。你的分数为什么可以三十四分？因为我的智商都长到可爱的地方去了。人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他妈发挥的淋漓尽致啊！谢谢老板夸奖。这个是及格啦，霸王平时有在写毛笔字啦，所以你看到大老粗的样子，他的字是还可以看。祝我们的观众们全部都招财进宝。我真心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精进自己的能力。不是啊，老板今天叫我们写字招财。我就想跟你们说，今天要测谁最笨，然后最笨的人就要使用这个，连小朋友都会贴的贴膜，而且躺着贴。怎样？我躺着就想自如不行吗？但是由此可知，我们也算是高知识分子啊。难说流氓不可怕，最怕的就是有头脑的流氓啊，对不对？有头脑的流氓。厂商啊，给的这个贴膜啊，真的是棒棒的，就连你这种小朋友也会贴。你看这个手机，前几天才去贴膜而已，好吧，我今天就借你贴了，今天教学一下怎么使用。嗯，它这个等一下就是这样直接扣上去，大小刚刚好。韩老板之前已经教过了，这个现在贴膜技术越来越成熟，一家家里都有办法贴了。好，我们擦完以后，再来就是把它先用干。嗯。啊，贴上面的是灰尘，是贴纸的，是那个是灰尘的，有没有？哦。这个动作有没有？嗯。很重要。OK。嗯。剩下交给你了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好，那再来你自己看着说明书。好。这是手机，我要是等一下看到我的手机出大事的，我立刻。躺着贴。先看一下，粘完后，看起哩，你要贴纸吗？无啊，也一家呢。然后再从下面这样裂起来，哎，好了，也撕下来了啊。然后嘞，我看这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把它放回去吗？然后放回去后，这个先放这。求救！求救！走开！我不行了，他连小朋友都没办法，好不好？以前贴膜是个技术活，现在是懒人活。厂商真的是抱歉啊，我们遇到一个真的连给他这个懒人贴法他都不会。擦干了以后，这边的贴纸撕掉，完美的撕掉，然后手机对准，对准以后。Perfect， 完美的防爆贴膜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完美。啊，王老板躺着系列，虽然今天我没什么躺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的，膜这种东西呢，就是要多看多练。我真心是觉得啦，你只要有一点点小贴膜的概念，弄这个，然后扎扎实实的对着它后面的这个步骤去走，你就有办法自己实现自己的膜自己贴，然后还防指纹，你的指纹在上面，你看几乎是没有指纹的，有没有？好，
韩老板，唐哥系列今天又带大家拯救了这个小村上的安全了，小镇子又重新的恢复了安全。不会贴膜的朋友们，就是找这个厂商购买这款。嗨 ，clear。嗨 ，clear。嗨 ，clear。clear。嗨 ，clear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分享。下次韩老板他有觉得很厉害的东西再跟你们说，要给我转掉。然后韩秀草频道快破500万了，订阅起来。还有爸爸的频道，耶。还有我的频道。还有豹子腿方长友，豹子腿方旭勇，对，方长友，今天这里，明天还在那里，不然还在我这里。想嗨。学老板躺着包，你干嘛啦？奇怪，干嘛？好奇怪啊！干嘛？干嘛这样？这个视角正常啦？奇怪，好变态，好喜欢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壳打开哈，打开后。有名片，那不是名片。贴心提醒：贴膜前先确认清洁荧幕，以防灰尘。然后里面有清洁的，如果你的手机上有灰尘的话，爱心请。你的。然后，哦。哎，不，那先去丘皮啊。哎，我肚子不行，最近吃比较多，躺着弄很累呢。我们先把手机做一个清洁。哎，我现在这样子很丑啊。擦干净后呢，再用这个酒精棉片，小王保险套。这个台湾山上用保险套开眼。使用前先消毒一下哦，确保双方安全。擦完之后呢，爱心嘎凉凉哎，毕竟是老板的出题啊，我等一下好好的把它包好啊，不然我等一下就出现在鱼池里面了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撕下来，对，都安尼这先压起来啊，分边啊，这支起来。哎、欸，不过我擦哪都清了。你刚才擦完。有，可以了，救回来了。对好它，空气要丢掉，反面，然后独家压起来，嘿，然后拿起来，它开始在把那个空气挤出来了，水不？等它气泡全部挤出去后呢，就好了。然后像这个角角的地方，我用了荷嘛，咱们 keep 把它稍微搬起来，让里面的空气挤出去。然后这时候就用到这个了，让它推一推，好，拖动水，你看，超厉害的，躺着就可以完成了。可以去给老板交差了。Hello， 别急着走开哦，记得在下方留言，躺着也能贴。我要抽 iPhone 12，就可以轻松把手机带回家哦。记得快点来留言。老板，老板，干嘛？我贴好了，你看。看起来不错哦，是不是？这个膜真的是连低能儿都会啊。老板，你不要玩了，你看啦。哎，我现在在打方长勇啊，等一下。你看。哎，真的可以哎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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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很棒？对，大，对，好，很棒。再看一下嘛。好了，我知道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躺着就可以贴好了，是不是很喜欢？快点买起来，想嗨。